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我的 WWE 文具，虽然是约翰·塞纳 John Cena 来个特写。肌肉也是非常的大，这个后面被我画了，乱画了，画了纹身。我在脚上也涂了一个 You see, you can see me。 接下来是 Rey Mysterio雷尔，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。雷尔啊，这样看是一个颜色啊，这样看是一个颜色，这样转过来又是一个颜色，真的霸气啊！这个后面这个纹身是自己的啊，不是我画的啊。雷尔肌肉呢，虽然比塞纳的少，但是他的那个飞身技很帅，就是这样。对打来吧，压制三秒 ，one two three， 成功啊！WWE玩具。